那么现在今天我在这边也还是我们的乐童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宣布我们今天乐童文化旗下乐浪演艺与乐文集团的二次元粉丝剧的签约仪式，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我们通过我们朱总跟瑞威资本的资总会说的，我们基于 IP 赛道的软资产的一个项目合作的一个启动仪式。那么乐童为什么要做粉丝剧？有乐童我们七年了，我们一直深耕于亲子市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连续三年拿到了中国演艺行业协会颁布的亲子剧细分领域全国 number one 的地位，做得非常的不错。我们一共做了19个 IP， 25部剧，在整个的这个亲子市场里面，应该说我们拥有非常巨大的话语权。我们也做了很多剧的改编，但是我们也发觉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跟版权方、跟所有的合作伙伴一直在探讨的这个问题，怎么去把更多的观众吸引到剧场来。但是之前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漫画还是动画还是电视剧和电影，其实都是我们从大屏幕上面看到的，那跟我们的粉丝之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距离。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说能把我们的这些作品变成线下能够带到大家身边，能够让大家通过这种演绎，通过音乐，通过这种整体的氛围，感受到我们 IP 想要给大家传递的这种文化，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热情。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次能够与这个我们乐浪演艺一起合作，然后也去开发我们整个就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舞台剧的合作。对，我们刚才也看到介绍，就是我们乐童文化其实之前开发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相信有我们很优秀合作伙伴的这个加持，然后我们的 IP 一定会就是能够走到各位的身边，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影响力。乐童两和一人之下两大 IP 的舞台化制作，在此呢也预祝所有距离都能跨越，所有梦想终能成真。然后看到腾讯的动漫啊，越文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来。当我听到朱旭东跟我讲那个奥特曼能够在全国也1500多场这样子一个人山人海的这种热量过来的时候，我大概能够理解老朱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的确 IP 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对，它所蕴含的能量或者它这种文化的力量注入到演艺事业当中，注入到剧场，甚至注入到不动产这些新兴的这些行业当中去，它会爆发出一个新的生命力。2、1，我宣布乐浪演艺广告协力域新赛道正式启航。而挂住有千般的彷徨不
见证了。